送啦，送送送送送，坏仔哟，哇，哈哈哈哈哈哈，坏仔哟，哇，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好像是传统的笑法，你确定你安尼目睭看会到，因为我送，你送完怎，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感谢文啦，大家好，我是阿中布袋戏阿中。那个呢最近呢首先跟大家报告的是就是说最近的口罩又开始在那个大家在抢购了所以这个要顺便跟大家做个这个知识的交换一下现在还是那个防疫期间你看外国的那个很严重台湾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出门还是戴口罩但是我刚刚讲那个要感谢的这一位人士是谁呢我们要感谢有没有中州科技大学的阮国玉老师很照顾我在上个月我到彰化7月26号的时候演完他送了很多芭乐跟火龙果然后我那个前几天29号嘛是不是对我已经搞混了不对 ,15号,15号,15号,对不起你看我多忙忙啊现在这样子那个拢是因为你要这青年啦把这看不着他好像不清楚这个很特别你看他的嘴巴有没有你看他的嘴巴干那这点而已剩下你买到的那嘴巴都没叮当那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阮老师送来的火龙果很好吃然后芭乐呢很脆也很好吃然后呢就是15号又到那个彰化永靖啊永靖那个什么和德基金会的鼎新对对没讲错吧我记住吧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演出然后呢我们的阮老师呢他是从台东去玩热气球然后赶回那个台中又赶过来彰化然后又带给我这种文青满满的礼物首先就是这个土凤梨的凤梨酥真的很好吃然后我要讲那阿中你不是糖尿病吗我们顺便也是跟大家做个那个知识的交换糖尿病呢它是都可以吃只不过那个量你要吃很少简单就是这样讲然后有这个等一下下一期先开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已经快被吃光的地瓜酥不要小看 这个已经这个有看到吧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我们的团员就已经先把它吃了真可恶那所以呢我呢它跟一般的地瓜酥有没有打开之后有没有不会让你有觉得有没有你先看一下里面这样看得到吧这种那个镜头的摄取的方法怎么感觉好像在看什么片跳过来我要讲的是这个地瓜酥呢它很特别是你看一般的地瓜酥你拿起来有没有它不会像这样子黏到会干死有没有有没你看然后呢我戴假牙黏住有那地瓜的味道很浓然后但是会黏牙但是我的传人吃没问题那是因为阿东要戴假牙很好吃啊所以你刚刚讲两包已经被吃了剩下这样了啦你看多好吃这个有各位一个人跟人之间其实有些东西的传达真的是尽在不言中这是我的感想我们的阮老师从台中带回来的地瓜酥然后坚持传统中于原味这个中看到没就是阿中的中中于原味每日一字然后呢
啊，传承古法精神，然后独特这个怀乡的这个风味。嗯，前面这个跟我人很像，传承古法的精神。嗯，有没有看到？嗯，就跟我们阿中布袋戏的这个理念差不多。嗯，来再来呢，这个煮凤梨酥，这个我也只能吃一点啊。老师请放心啊，因为这个阿中现在也知道啊怎么吃。那我们可以看到，嗯，其实打开的，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吃了一半了，才那个，因为很好吃，然后我要那个跟你们讲这个真的土凤梨的有没有，它的特色是在哪里？因为哦，你打开有没有它的那一种土凤梨的那一种凤梨酥的感觉就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大家看那个凤梨酥哦，一般都是四四方方，像麻将有没有？那它这个不是，它是长得这样子，哦，像蛋挞的，然后呢不会很大块哦，然后就你看。我一口就可以放进去了，嗯，恁一般麻将型的种凤梨酥，恁看我倒安尼规起，它里无法倒，啊、嗯，然后但是我要跟你讲，它里面的馅，土凤梨酥最大的第一个特色，它的馅一看机，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无？有看机有无？这个就是土凤梨酥的第一个特色啊、哦，然后那这一家的真的很棒，是入口即化，然后再享受这个凤梨馅，嗯，不知道是，其实哦，我得糖尿病之后，反而开始喜欢吃甜食，很麻烦，因为不能吃太多啊，那。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阮国瑜老师啊，这样对阿中的照顾。跳过去是，我们真的很感谢阮国瑜老师，我们真的很感谢阮国瑜老师对阿中的照顾，带来这个满满一种关心的祝福，然后。我真的除了跟你说感谢之外，就是说我一样会在布袋戏的这一条道路上继续打拼，继续的这个加油努力，把我欢乐带给大家，这是阿中布袋戏的精神。再次